哦，来试试看，第七关。到底什么招式啊？七品是法师，是法师哦，为他补师。什么都
输出太变太高了。现在这新的攻守真的是什么乱射啊！还是被挡。给他，啊，没死。收好了，收。哦，高鱼要死了 ，K 啊！哇，没死，没死。没死，二房行不行？一打二方，这火力比较，这团体少一个法师应该还好吧？
哇，海曼要死了。丢瓶子给他了。睡觉也不一定不好啊，要补血多啊，帮他补吧。他没收虫，他防不住。叫我怎么办？一样帮他丢，丢一个给他，对吧？慢还是死了，好，开杀开杀，交给洛菲拉就好。魔导主要把他打死就有机会。我先放走房，让我怎么办？丢吧，丢丢血瓶，把鸡皮保着。
多出一点。感觉要过啦，我们扛住，扛住，剩物理，剩物理，那我就中你再防。感觉要过，感觉要过，给他防。哦，可以死他。勉强就没有站着过关。但是找了高手帮忙。